在后面，你们饿了，你们就买了就吃啊。我还好。姐姐贵呀，150不要不要不要，不要了，好吃一口就好。我给他修，我不用等你。Made in Japan， 小包包啦。星巴克，哦，这个有特色的星巴克啊。是这个吗？我要买杯子啊。而且。这边就可以了。对啊。啊，它有什么？拿菜就好了。热的。热的就可以了啦。好，走。
爸不休啊。